啊，还有师父，逢369是从19岁就开始吧？为何很多人在49岁的时候有大劫？49岁是大劫啊，39也是大劫，33岁也是大劫。就是从19就开始吧，就369了。对啊，其实从三岁就开始了，很多小孩子3岁就死掉了。哦、嗯，是是是。哎，六岁又是劫，9岁又是劫。哦，师傅，那感冒、小感冒或者是不顺利和琐碎的事，算过节吗？算的，也算了。如果你这个人平时做人挺好的，没有什么害人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冤结的话，一般的伤个风啦、啊，脚绊一下啦，摔一跤啦，那就都是过节了。嗯，也算过节了。嗯。